我们今天在路上遇到了一个非常非常让我感动的人物。现在是骑摩托车吗？你们这一趟是就这样出去就回去了吗？没有，我这个活动是三年了。三年呢？啊，我去年跑了一年了，今年第二年。今年不是因为受疫情的影响，所以就出来晚了。本来原来是计划是春节之后就出来的，这疫情都一直拖到七月一号才走。所以那个明年还有一年吧，就是我要。把31个省市自治区全部走遍，再跑一遍。哇！等于原来手摇轮椅走的嘛。啊。哦。原来手摇轮椅走一遍，现在就是用摩托再走一遍。哦。哎，那您之前手摇轮椅是就是那种？三轮的那种手摇了。哦，三轮手摇的那种啊。啊哇，那你从91年就开始，是吗？那有没有安装那种电瓶助力啊？没有，纯手摇，纯手摇那是。摇到唐古拉山，我看着摇上了唐古拉山。当时候我进西藏，那个谁热地，啊，热地还是这个西藏自治区副主席，啊，他当时候听说我摇轮椅进来，在接见我的时候就告诉我说，你是第一个摇着轮椅进西藏的。哎呀，哇！那会儿条件，哎呦，那路很烂啊，很烂那种路，从格尔木到拉萨，啊，走了青藏线啊，3个多月，哇，3个多月，我天，啊，就那一段就走了3个多月。那个时候您那个，那你怎么上本身车就少？那我估计那时候生擒猛兽也有可能啊。对啊，是吧？哈，遇到狼群，然后呢？当初在格尔木出发的时候，啊，格尔木市政府那边就比较担心嘛，怕这种出事儿嘛，啊，然后他们就给准备了很多的鞭炮，啊，那火柴，啊，都鞭炮火柴，跟在筷子粗的那个拉杆火柴，啊，这么长的，那防风嘛，啊，当时打火机还不行，打火机在那这边还打不着，嗯。啊，缺氧了，嗯，就用他那打火机那个火柴那个20盒那个火柴，每一盒火柴都用塑料袋。那意思是，其实您那个时候穿越的时候也是被狼群围攻过吗？对，在五道梁的时候，我夜里帐篷里的围攻。哇哇，正好他们给准备鞭炮嘛，嗯，放鞭炮，就驱散了是吧？不，哦，放了一夜鞭炮啊。哇，这人生太精彩了！这个真的是，然后放了一夜鞭炮，然后等我到唐古拉山口兵站的时候，当年他们非常苦，然后我当初在采访那个他们的时候，一个小战士在那地方当了2年兵，就没有见到这种绿色，哦，没有见过绿色，那个时候就没绿色，啊，没有绿色嘛，唐古拉山那边，哦，对。他常年积雪嘛，嗯啊，然后等那条战士回家探亲的时候，到格尔木看了一棵树，把叶子抱着树哭出了一场，抱着树哭一场，因为他整整2年多没见到绿色，因为那时候条件不像现在的条件，嗯，那时候条件就是说那个运来的蔬菜，运到上面蔬菜，一路颠，保护也没那么好嘛，嗯，保鲜也没这个条件。就颠的颠成紫色的了，都是黑的了，哦，那也得吃呀，啊，哇，所以他们就说绿色几乎都见不着。哎呦，他们给我讲，能见到绿色的就是军装和军车，啊，绿色的，所以当时我跟他们聊，哎呦，我让我挺感动的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哇，他从91年、93年就开始了，91年就开始了。的车后面有一个三轴。